冰糖山楂糕，这个是我在网上看的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自己调配的，买来尝尝。它上面写的是1:10的这个比率。山楂味儿还挺浓的。目前来说，闻着挺不错的，酸酸甜甜的山楂味儿。尝口，哇塞，就跟那个山楂冰味儿、山楂冰棍儿一个味儿，就是冰工厂的那个山楂冰棍儿。很好喝，一点都不腻，然后也不齁甜，酸酸甜甜的，真挺好喝。夏天挺开胃呀，这玩意儿，搁那个拼嘚嘚上买的，好像没多少钱。拜拜。